好耐以前啊，英女王佢老母，英皇太后啊。整遮整入见历史，何希记探七十年旧史啊！呢度嚟得咁少，咁我遮骨条遮骨就条烂咁啦。哦，要咁样。明白，一定要摇摇佢，系。我改个名叫摇摇小姐。同啲遮老友鬼鬼咁。唔计啦，对咗七十年有多啦。中环呢位姐王何鸿熙，十几岁开始就跟姐夫学收姐做姐，当年未有呢个铁皮档，靠踩单车嚟兜生意噶咋。元朗我都去噶，元朗啊，踩元朗啊，青衣啊嗰啲啊。哦，一路咁踩入去啊。偶尔一次过海开工，在卑利街呢度识到个鞋店老板。各位有钱佬见可伯四围扑咁辛苦，就俾佢喺门口开档，一做就六十几年啦。而佢之所以做出名堂，都系因为仕头婆婆啊。阿皇太后咪嚟香港啊，真系。唔系八姐啫，寄过嚟香港叫你整啊。系佢有工人噶嘛？点识得嚟呢度啊？佢啲工人识噶嘛？佢识咩？佢仲整咗把有镀金遮骨，价值167英镑，世上最贵嘅牛皮衫。咁生意梗系陆续有嚟啦。但可伯话佢系为公众服务，遇到惨嘅人，佢宁愿一个仙都唔收啊。老实讲，我啊待人哋有礼貌啲，就算佢系黑食嘅，我都称呼佢阿伯，我自己都俾啲佢有。就算今日已经儿孙满堂，不愁两餐，但佢仍然坚持由太太傍住都要开档。要成全的不单止是收遮的艺术，还是那份老香港的精神。